拿手一把砍死你啊！马来西亚的华语二。怎么你哦？哎，别洗头啦！滚了，鸡蛋糕你！走，鸡蛋糕你，你要走。当你想送对方礼物但不知道送什么的时候，找个机会开玩笑的跟他说，猜猜我给你准备了什么礼物，他说什么你下次就送什么。哦，哎，要我送礼物给你灭哦，送还没你送，送屁了你，一巴掌给你啊。哦，我知道要送什么给他呀，送你嗨嗨，拿手一巴掌死你啊，鸡蛋糕你好不好了。